需要。我们演示一下那段会唱。好的。怎么？不好看吗？好看，很好看。可惜你真漂亮，你穿上它真的很美，就好像天堂里的天使一样。我像天堂里的天使一样吗？可惜你知道吗？或许没有很多人会祝福我们，或许我们的结婚典礼只有我和你，但是我一定会让你幸福，绝不让你后悔。来啊，来啊，可心，风，我记得我妈妈的眼睛很漂亮。那可心的眼睛一定很像妈妈。的确很像妈妈。我还记得妈妈以前得眼病的时候不愿意动手术，我以前不明白为什么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。我不明白，看不见算什么？生命才是最重要的嘛。如果生命终将结束，那么是愿意多看几眼自己所爱的人的。干嘛要说那么严肃的问题？能不能咱们进屋好不好？我想让你背我，就像小时候那样。好啊，看看你现在有多重。来，哎，哎呦，肯定很重吧。哎呀，就算你变成了老婆婆，我还像现在这样背着你，我们一起看日出，一起看日落，一起看海，永远都这样，好不好？今天真在这过夜吗，可心？怎么，你害怕？害怕王外婆半夜进来把你吃掉了？我连你都不怕，我还怕狼外婆？可心啊，那么躺着，你好像回到小时候。
今天玩得正开心，真不想那么睡过去了。一峰，你还记得我小时候妈妈去世你说过的话？记得。分离是为了更好的重逢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你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约定，勾过小石头的约定，要相信天堂真的存在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天堂重逢了。嗯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真的很爱你，这辈子我最爱的人就是你。